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营地。观形怪状的建筑象征着人类用阳具强行插入天空，是自古以来亵渎神明的人们会使用的方法。你也真会掰耶、欸、这样也行。你也画了机器，等他走回来就是一个机会。嗯，回头吧，我的手已经在抖了，回头。上面不少人呢、欸，我刚刚看到，隐约瞄了一眼。是什么？引爆器。我可不可以从这边爬上去啊？偷袭，那没有办法，你不肯伸手抓一下就对。好，我摸起来了。解除。我还以为他发现我，吓我一跳。居然一剑没死。好，还有一个。上方攻击，我踩。错哈哈，玩到这里感觉跟发块古墓有点像。不管，我还是要认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游戏。但我觉得跟古墓还好啊，没有说有很类似的感觉。至少我解决了，但是完全没有，就是完全没有。Saw me， 有一点啊！没有吗？我觉得我刚刚杀了好几个敌人，他都没帮我算。
都要按了。我还以为他算三个营地，可能是算三个营地。我就前往下一个。发现敌人。这个红红是什么啊？啊，应该是地上的烈花。悄悄的靠近。对啊，就让你们去看《玩命关头大赛车》发了吗？大赛车是哪来的？看啊，我们看了。然后我在这边等他过来好了。你没发了粉丝团 QQQQ， 为啥他好像不干脆算是真的背叛算了？为什么要他背叛？不要啊，不要背叛啊，为什么要背叛？你怎么可以说蜜雅是个智障？居然先来这一只，我等另外一只的时候。唰！一点困难都没有。发现古代的东西。根本都一样。突然进入使用者67681，我生活之前战争全像节目了，每一集都 一模一样。这个玩意是能看多少？一到了战场，眼看一堆锤击机器人将对方五马分尸，选择要为哪间公司加油，之后一连串爆炸爆炸爆炸，然后就没了。难道我是白痴吗？好像其他人好像都爱死这节目了。我觉得有这种节目，我应该会很爱啊！机器人对战，我们刚刚有新的机器吗？有光头兽，光头兽怕火，但他罐怕火，脚怕死裂。你有认出巨人克星是哪一个了吗？哦，你说有没有认出那个野人吗？有，我有认出那个野人，他太明显了。蜜雅在团队里没有功能，又不能打，又没有，又不会骇客技巧，讲话也不好笑，也不是什么特殊组织的首领。蜜雅是他们的核心吧，类似。需要保护的妹子。对保罗无感，是哦。保罗。保罗跟我一样都很爱日系车欸。你想一下你在玩命关头发的感想，原来你写的对不对？没有草丛可以躲，想偷杀，这里感觉是一个不赖的地点，又有点挡视线，要是有狙击镜就好了。
关若娜勇者一集好了。我知道，你也想 ，ouch， 糟糕，要被拉警报了，要被拉警报了。快速，快速。我的血，我的血！啊！弓箭手，一个弓箭手跑来这做什么？真假？真假的？他是拿弩吗？连射的耶，还有冲冲冲冲冲！警报的样能好多啊，有吗？剩下那一只，那一只应该交给他们解决就行了。啊，打成这样不是很好，药草都没几箱都不会放药草，啊！不小心掉下来，我要看看啊！我打完一下，怎么好像很长？没有保罗就不好看，有别的是来看就好看一百倍。就是杰森·斯坦森，那一段我也还蛮喜欢的，希望他不要领便当。这号大师竟然会觉得敌人太多？会呀，这么多，你看我的血都不够了。什么他好大打力过程又来了，我觉得还是最前面那一段比较帅，就是最前面那一段赛车最帅。他好大太强了，然后是最后一个阶段暗杀失败，大概会很惨。已经血都没有满，正面对决可不是我打得赢的。
要开始泡药水了。我们路上多点一点算一点吧。为什么我一直听到很低沉的一个脚步声，蹦蹦蹦的？哇哇哇哇！怎么会没打中嘞？ Might need to check that. 哇！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吗？别打别打，打木鱼。对啊，保罗老婆在那边啊。算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有人在说什么。唐老大比较厉害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是在说那个？那个我还蛮喜欢的。没射中。居然我开始雷了，前面几个打得还不错顺。哎，都倒了。我们的熟人真强啊。哦。为什么？我专门围刀，专门围刀，前往最高的塔。怎么还有人在射箭？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